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千言千语》，我是赖月谦。有一位日本的老先生，他已经90多岁了，他必须要在结束啊，就是离开人世之前，一定要到中国来下跪，要忏悔，要认错，不然他的内心、他的良心一辈子不安。他不想让他带着这样的一种良心的谴责，那么结束、终结他的生命。所以他即使在日本的右翼强烈的反对下，在他们的社区、在日本社会的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下，他毅然决然的选择在8月14号，那么抵达这个东北，也就是731部队的旧址，在这个地方下跪认错、忏悔、道歉。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时间？因为他是在于79年前的8月14号，也就是日本战败投降前，他逃走了。因为整个731部队要掩盖历史的真相，要毁掉所有的罪证，然后不让他们的这些队员，他们携带所有可能证明他们身份跟他们所干的这些禽兽不如的事情。他们的这些从事人员，他们都知道他们在做的是违反战争法、违反人类、违反人道主义，是连禽兽都不会做的禽兽性、都禽兽不如的行为。这些禽兽不如的人，他们不是人，他们不配当人，他们连动物都不配。这群极坏、极为凶狠的这些人，他们要掩盖731部队的历史真相，他们逃走了，他们带着大量的资料，他们潜逃回到日本去。这位当时的少年兵才14岁，14岁这代表什么意思？14岁怎么会去当兵呢？一个初中生。那就是因为到战争末期，日本已经打得精疲力尽，日本已经打得兵员伤亡损失耗尽，日本已经打到快要种族灭绝了，所以他连未成年的孩子都把他征召去当兵。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这个社会，他们有多么的残忍，未成年的孩子都强迫他们去当兵。而在当兵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些人他们死亡，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但是日本到今天为止，对于731部队的罪行一直不肯认错、道歉、下跪悔改。还有一个国家更为可恶，他知道历史的真相，他也掌有很多有关的证据，他也拿了很多研究的成果，但是他却包庇这些日本的战犯，让他免于受东京审判。这些原本应该是甲级、一级战犯的，应该都被处以绞刑的，这些人竟然后来还在日本的像东京大学还教书。所以日本的很多大学，让这些人在那边教书的大学，他们其实也都要蒙羞。我觉得这笔账要算清楚，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笔账该怎么算。另外还有一个课题是我们要关注的，那也就是美国他现在全力的要阻止伊朗，因为伊朗准备提供给俄罗斯更多的导弹。美国认为你提供给俄罗斯这些导弹，会让这整个战争升级，会让这个战争万亿，所以他们要阻止伊朗做这件事。可是问题就在于，伊朗也会想一个问题，你不也提供武器弹药给乌克兰吗？你不也就是要让战争升级吗？你们过去提供的是属于地面性的武器，你现在已经提供到 F-16 的战机，而且还说可以用在打俄罗斯的本土，那不也一样的情形吗？这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们也要来讨论一下。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阻止会有效吗？因为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有伊朗所需要的东西，伊朗有俄罗斯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彼此之间有强烈的互补性。
而这些互补对美国的利益当然会有损害，所以美国要全力阻止。但是你要阻止，你就直接说嘛，不要去找理由，因为你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奇特的，那也就是越共新任的总书记从越南释放出一个消息，说他们预定在下个礼拜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也就是苏宁希望能够到北京来访问，也能够拜访啊，会见中国大陆的领导人。那当媒体记者问到大陆的官方，也就是外交部的时候，外交部说没有多余的讯息可以回应，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越南说他们的最高的领导人在就职之后的第一个首访的国家是到中国大陆去，而中国并没有给予很正面的回应。那这中间到底在思考的些什么事情？孟加拉的前总理、前政府被推翻，他逃到了印度去，在印度的安全的庇护所。他透过他的朋友把一些重要的资料传达给他的朋友，说你把它交给英国的《金融时报》，由英国这边来登出来，因为如果你送到美国的报纸，美国的媒体不会处理，所以送到英国的媒体，英国的媒体把它登出来了。他指控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奇特的，在孟加拉发生的一个所谓的公务人员改革的事件，这个改革者推动者不是他，怎么账算在他身上来，而他的政府却被推翻了。他认为这些学生事实上背后有一个黑手，这个黑手就是美国。究竟怎么一回事？美国为什么要推翻他？他在今年的一月才刚刚又赢得了这个选举，怎么他又被推翻了呢？这中间有一个猫腻。这个猫腻当然我们都知道，大陆有一些公知又出来说话了，说哎呀，反正什么事都推给美国就好了，反正什么都是美国的错。他的言下之意是美国是没有错的，美国是不能批评的，美国是不能够被指责的。很多的国家的内部的动荡不安，你不能都说跟美国有关系。可是这位哈希纳他就是指名道姓的，他具名的，他就直接说了为什么跟美国有关。我们也看到塞尔维亚目前内部里面也发生了动乱，然后他在很早以前他就说美国，他从俄罗斯那边得到了情报，美国目前在策动要推翻他，也就是只要不符合美国人利益，不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基本上来讲，或者是跟美国政府作对的，基本上都是美国政府要打算要推翻的这些对象。那事实上他们都是有凭有据，不过大陆有很多的公知，那么这些人他们却都不以为然，他们完全信赖美国，全部都相信美国，他们认为美国做的都是没有错的，都是为了正义。这是很奇特的一群人，我想这种人永远存在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大陆这种地方，有很多人他们崇美崇洋媚外已经崇到骨头里面，这一点我们永远也没办法让他们清醒的。那我们对于这些人常常也就是多说无益了啊。好，我们先来谈一下有关于非洲的问题，在安理会重新被讨论了，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大战略的一环。我们看到在二十四届大战以后，这些侵略的国家他们都被清算了，例如说法西斯他们被清算了，我们看到纳粹他们被清算了，我们看到日本的军国主义被清算一半。我为什么会说日本的军国主义只被清算一半？那就是因为日本的军国主义中有更多的他们的战犯没有被绳之以法，他们所做的罪行没有被整个公布，那就是因为有若干的国家在包庇日本的这些战犯，日本的这些军国主义者。
很可恶，所以包庇的国家其实是更为可恶的。好，但是我们看到由于战争在欧洲，由于犹太人是很严重的受害者，但是由于战争在欧洲的情形下，美国跟欧洲主导的国际舆论、国际话语权，他们的着重就在于批判法西斯主义，更重要的是在批判纳粹，所以很多的国家就把纳粹把它划定成为禁区，你不能够高举纳粹的旗帜，你不能够支持纳粹，你甚至不能够批评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你只要批评犹太人，你就是反犹太主义者，你在很多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你就违法了。你如果是反犹太主义者，你就是违法。可是你如果是反穆斯林主义者呢？有没有违法？你如果是反中国主义者，你会不会违法？好像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反亚洲人、反亚洲主义者、反这个中华民族主义者，你都不违法。唯一违法的就是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人就是违法，这很特别啊。好，我们不谈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谈一下中国的大战略在哪里。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一个历史没有被清算，没有被清算，那也就是这些遗毒永远是存在的，因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没有把这一些应该被清算的而没有被清算，把它列为教科书，列为全世界的教科书，都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历史观。这个是什么呢？也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我们知道破坏人权最甚的，也就是惨绝人寰的，造成妻离子散，造成人类间最大的伤害的，其实是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主义，所以他们本身掠夺世界各国的土地，他们荼毒被掠夺土地的这些人民，他们把很多的非洲裔的非洲人，也就是他们把很多拉丁美洲的美洲人，他们把他当成奴隶，他们把他当成奴隶来买卖。在美国的社会里面，过去充满了黑奴的买卖，把黑人，也就是把非洲人当成奴隶，然后当成一个物件可以买卖，可以任他去杀害，把拉丁美洲的人当成奴隶，然后把他当成动物可以买卖，而任他们伤害。他们不但殖民主义者去掠夺那些被殖民地区或是国家的金银财宝，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矿产，他们还奴隶当地的人，他们任意的屠杀。这一段的历史从来没有被清算，所以这整个人类整个世界仍然没有还给真正这个世界的一个公道。这笔账一定要算的，如果这笔账不算，那这些殖民主义者他的一定会死灰复燃。如果没有让他的后代子孙知道他们的祖先干了多少坏事，干了多少惨绝人寰的坏事，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造成多少人被这样子虐毒、被屠杀、被践踏、尊严被践踏，然后把人不当人、当动物、当禽兽来看待，然后去杀害、去杀戮、去奴隶、去使用，使他们终身为奴，然后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种族歧视。如果不清算这段历史，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正义。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强大起来了，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大陆要为所有的被奴隶的人要开始发声了，要为他们主持公道了。所以目前来讲，在联合国走出的是战略上的第一步，这一步走得好，走得稳，接着当然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因为先为非洲人发声，为非洲人主持公道，接着就要为拉丁美洲人主持公道，再来就要为广大的亚洲人主持公道，还要对于这些被
殖民的次殖民主义者也要主持公道。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傅聪，他在安理会提出了关于纠正非洲历史不公高级别的会议上，他就发言了，他开出了第一炮，这一炮打得又响又亮，我相信广大的非洲的朋友内心里面听到了都觉得深有同感，而且要让这些殖民非洲的人他们羞愧的无地自容，更重要就是他们要进行赔偿补偿。接着下一步当然要对于拉丁美洲人主持公道了。那现在在这一步中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有关于傅聪，就说他强调要纠正非洲遭遇到的历史不公，首先就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殖民主义者的遗毒，反对殖民主义者，所以殖民主义的遗毒都要列出来，他们在过去在殖民地里面所干的恶行恶状都全部都要把它列出来，把史料排出来，而且要求要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要把它列入所有的教科文里面，列入世界各国的教科书。而且因为这些殖民主义者他们是跟霸权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要一起来批判，那西方国家应当真正的要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要改弦更张，要停止外部干涉，要施压制裁等这些错误的做法全部都要放弃，要把非洲的未来交回到非洲人民的手中，非洲是属于非洲人的非洲，不是这些殖民者这些霸权主义者的非洲，所以全部要把非洲的历史非洲的利益非洲的权利交在非洲人手里面，所以支持非洲加速现代工业化，现代化更好，要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共享经济的全球化的红利，摆脱贫穷跟动荡的恶性循环。所以欧洲的列强美国的列强不能够再任意的调派军队在非洲里面去扶持这个派系打那个派系，去占领，去用武力去征战，去控制，去占领，去挑动非洲人的内战，让非洲永远陷入动荡不安，这些都是不允许的。非洲 的这些国家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要把西方的这些武力军事基地都全部赶出去，尤其是没有经过当地人民当地政府允许的欧美的军事基地都不可以设，不管在马里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要从根本上加快推进多边的治理架构的改革，提升非洲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所以中国主张非洲要有代表加入集团体，中国更欢迎非洲的很多的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或是金砖的会议。我想在金砖的扩容中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非洲的代表国已经加入了，未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加进来，所以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在走，最起码集团体非洲的代表要进来成为 G21 或是 G20 加1或是加2都是可以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里面中国已经开出第一炮了，这就是未来要开始对于殖民主义者进行清算，才能够真正的纠正这些霸权主义者他们本身的罪行。好，这是孟加拉的流亡总统哈希纳，他通过他的亲信向英国的《金融时报》提供了这一份的声明，他的声明中暗示他被迫下台跟美国的干涉是有关系的，至于抗议的学生群体那么究竟被谁利用呢？哈希纳在他的声明中就暗示根本就是美国密谋，他说美国密谋推翻他的政府，他如果当初他如果接受美方的条件，那本来可以继续担任公职不会被推翻的。那他说美国什么条件呢？美国要他交出圣马丁岛，他说如果他交出圣马丁的主权让美国控制孟加拉湾，他本来可以继续执政，然后但是他拒绝了，所以他承诺他很快的
就会回到孟加拉。在去年六月的时候，哈希纳他就已经指控反对党打算把圣马丁岛卖给美国，建立这个军事基地，来换取一月大选的胜利。那所以反对党一直他要竞选，但是反对党输了，哈希纳赢了，所以美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因此美国转过来要求哈希纳说，你把圣马丁岛卖给我。这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是在于孟加拉的西南方，孟加拉湾的北部。那这个小岛为什么重要？美国想控制印太地区，就是印度太平洋，美国想控制这个，它的重点，因为它在于太平洋的西侧，它在韩国、在日本、在菲律宾，它都建有军事基地，所以从日本海、从东海到南海，美军都有军事力量的存在。它跟新加坡也有军事的合作协议，它的航母可以停靠，所以在马六甲海峡的另外一端，也就是东端，美国也有军事的存在。可是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后，开始进入印度洋，美国就没有办法了。美国在遥远离印度1900公里的地方，在一个小岛上建有军事基地，可是1900公里缓不济急，在澳大利亚也太远，在关岛也太远，所以在印太地区的印度洋这个部分，它没有一个军事力量的存在，鞭长莫及，所以他选来选去，他选到最好的就是圣马丁岛这个地方。但是孟加拉，他哈希纳知道美国针对的对象是中国大陆，可是他也针对的也就是印度。那换言之，也就是圣马丁岛如果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美国人一方面可牵制制约了中国的海军出马六甲海峡，可是他同时也牵制了印度的海军，特别是印度的海军的基地绝大部分是放在印度的东南侧，特别是它的核动力潜舰。由于印度的核动力潜舰噪音太大，容易被发现，但是它如果在印度洋靠近印度这边，它可以透过地面的，他们叫做宝岛战略、堡垒战略，它可以透过印度的这个地方的火炮或是噪音掩盖的它的核动力潜舰的被发现，这样的情形它就可以保有它核动力潜舰发射导弹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至关印度的战略命脉。哈希纳知道孟加拉它右边是缅甸，再过去就是中国，左边就是印度，它的地缘战略的位置非常重要。可是如果让美国的势力进来，那这样的话，孟加拉就右边得罪了中国，左边得罪了印度，印度他事实上也得罪不起。在这个情形下，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中立，也就是这个岛不去把它军事化。可是美国就想把它军事化。那我们会问说，美国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拥抱印度，那印度应该不会在乎啊？不，印度会很在乎。为什么？因为印度这个国家是以他自己的利益为主。例如说在俄乌的战争期间，印度知道美国要利用他来牵制中国，印度也甘于被美国人利用，但是印度更在乎的是他要从俄乌的战争中捞到很多的好处。所以在这段时间内，他过去没有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天然气，这个时候他就大量的从俄罗斯这边进口了原油跟天然气，因为俄罗斯很低价的卖给印度，所以印度从这边就获得了很多的利益。那美国对他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不为所动，可是他知道今天美国对他束手无策，是因为没有办法牵制他。可是美国如果在圣马丁岛有军事基地，就可以牵制印度，
在这个情形下，印度一旦被美国牵制住，印度就必须妥协。所以对印度来讲，这就影响到他的利益了。他可以利用美国，他也可以让美国人利用他，但是只要影响到印度人的利益，那想都别想。这就是印度的一个做法。所以印度绝对不会同意哈希纳把圣马丁岛给美国。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哈希纳当然知道平衡术，所以他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就鼓动他的反对党，就是哈希纳的反对党，刚刚选举失败的反对党，借由一个所谓的公务人员的改革，然后就把他推翻了。公务人员的改革其实不是哈希纳创的，是过去就有的，而透过美国所能够影响的这些法官，他们本身把这个案子推出来，激起民怨，激起民愤，鼓动这些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本来只表达抗议，但是演变成为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学生运动的手法，各位难道还陌生吗？乌克兰不就是如此吗？突尼西亚不也是如此吗？所谓的颜色革命不都是如此吗？这一套手法101套，有标准作业程序。您看到整个程序，你就可以知道美国鼓动的这些学生的手法，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模型。唯一失败的就是在中国大陆，美国失败了，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哈希纳的指控有没有道理？我想他是有凭有据的，也就是美国一定有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不为所动的时候，美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他推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越南的总书记，他首选要访中。我们在外交的领域里面都知道有一个定理，这个定理就是最新当选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连任成功的再新的一任政企的国家领导人，他首访的国家就代表他最重视的国家，首访的就代表他最重视。过去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啊，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他首访的国家就到了俄罗斯，那就代表中国要开始推动跟俄罗斯的关系。2013年到现在20年了，11年过去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跟俄罗斯建立的关系是一直往上叠加，背靠背，相互合作。那么经济上相互的合作，能源的满足，那么经济的合作交流突破了2000亿美元，还在继续往上攀升。在军事上的背靠背，使中国在日本海未来很有可能有一个依托的一个海港，一个军港，就是海参崴。在于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欧洲这个部分，可能有圣彼得堡这个海港，这个军港，所以使中国的军力未来能够牵制美日在日本海的军力，也能够牵制北约的军力，让他们不敢在东海跟南海耀武扬威。所以我们看到中俄之间的军事的联合巡航已经远到了关岛，这是美国海军自己公布的一个资料，后来又把它删文了。这代表美国的最西端的领土，中俄的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了，用常规的武器。美国最北端的领土阿拉斯加，中俄的军力用常规的武器也可以达到。那未来中国单独的力量早就可以达到关岛，也可以到阿拉斯加，未来会到美国的西海岸、东海岸也是指日可待，欧洲更是如此。常规的武力已经可以达到英吉利海峡，可以达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等相关的国家，甚至未来在波罗的海，中国的军舰用常规武器在这个地方巡逻，那么都是可能的事情，也都会成为常态。这是中俄之间关系发展到最紧密，但是它的最重要的是在于中国的领导人第一站访问就到俄国，就代表这个方向。
这是大国政治一般来讲他们在运作的时候的一种稳定性、长期性跟一贯性。可是对于小国来讲的话，他们常常就不是这样的。各位你想，当时菲律宾的小马可斯刚上来了以后，他第一个受访国也是中国，中国大陆在那个时候也是热忱的接待、热忱的迎接，然后双方之间有了很多合作的协议。结果当美国的高官络绎不绝的到了菲律宾跟小马可斯谈了以后，小马可斯就180度的转变了。我们不由得的不怀疑，小马可斯就是利用警报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吸引美国，吸引美国愿意给小马克思个人或是他的家族更多的利益来做交换，例如说免除他在美国的官司，解冻他在美国这些非法的贪渎的这些财产，这个都是很符合小马克思的利益，因为他父亲贪渎的巨大的这些赃款是被美国政府冻结的，他在美国的官司一直无法了结。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是小马可斯未来怎么去享用他父亲所贪污下来的这些财产呢？那当然，美国这样的一个交换的情形下，他就撕毁了跟中国的协议。所以我们就高度的怀疑，小马可斯事实上他欺骗了杜特地的家族，他是不是也在利用中国？这样的一个东盟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首访国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视同为一种背叛、利用跟欺骗。朋友们，大家好，千言千语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完整版，专门为会员们制作；一个是普通版、公众版，我们摘取部分的议题为各位做讲解。我们恳请所有支持我们、爱护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加入千千之友的会员，让我们为您提供知识领域的响应。